同強勁嶺，我哋呢一套劇集嘅製作配合方面咧，可以話係精益求精，務求做到最好，咁令觀眾有耳目一新嘅感覺。咁今次我哋除咗咧再次遠赴首都北京延慶、德州同埋圓明園拍攝之外，喺演員配搭方面，頭先大家睇過啦。咁除咗大家一班好熟悉嘅演員之外啦，咁仲有台灣嘅演員焦恩俊啦，同埋國內一級演員飾演蛇太君嘅曹翠芬。咁呢一次咧，可以話係集中港台演技派一齊合演嘅一套大戲啦。嗱，而家大家所見到嘅畫面就係所有嘅演員喺度定妝同埋試造型啦。你哋睇下，佢哋每一個都幾認真。而每一套劇集開拍之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都會拜神，祈求拍攝順利同埋有好嘅收視率嘅。嚟，一直好到尾。由於呢一套劇集要到北京拍攝一啲大場面。所以有部分的演員在出發之前都很認真地去到騎術學校那裡學騎馬的。這個是誰來的？為何這麼亂盡上去都上不到馬背那裡的？努力一點啊，加油啊，終於得了，原來他就是蒲安人來的。咦，這個是田瑞里，他又挺氣定神閒的。咦，一班穆桂英的演员在这里做什么呢？哦，原来他们一反传统，不在室内那里拍摄造型照，而知道在室外，即是九龙公园那里拍摄。为了拍摄造型照更加完美，我们的武术指导袁冰就指导他们的动作了。好，来一个大合照先，看一班演员几咁威风凛凛。我现在的造型照不止打得啊。不過我覺得如果收回五毛會更加好一點。咁最初聽到公司要開一套武俠片要找我演，即係心裏面有啲擔心同埋有啲緊張，因為事實上真係有好長嘅時間冇拍過武俠片，咁喐唔喐得啊，咁行起上嚟戰士古裝人啊都好擔心。咁但後屘聽過我哋嘅監製楊兆雄咧同我講過呢個穆桂英嘅角色之後咧，我就好中意呢個角色。咁後屘我哋嘅武術指導阿袁冰咧，咁啊俾咗好大嘅信心我，佢認為咧我可以升任有餘去拍啲武打動作嘅，咁所以我就好開心咁接咗呢個角色。咁啊同埋今次咧亦都好新鮮嘅，咁我哋戲裏邊咧除咗有大製作之外咧，亦都係有中港台三個地方嘅演員一齊合作嘅。咁我覺得幾有新鮮感咯。咁啊，我會盡我嘅努力去演出。加上我哋全劇嘅演員嘅努力，我相信一定唔會令你失望嘅。到時記得捧場。大家好，我是焦恩俊，在戲裡面我飾演楊宗保。那我這次自從新星包青天之後，首次來香港拍這個大型的電視劇《穆桂英》，我是代表台灣的，因為台灣我只有看到我一個演員。那當然有香港著名的一些演员，还有大陆的演员，我希望这次呢能够跟大家学习，来听一下，那也希望在这一次呢能够利用这次机会，这么长的时间啊，把广东话学好，那以后呢我就可以直接用广东话来跟香港的观众朋友见面，谢谢。咁我今次喺《穆桂英》里面咧就系饰演杨排风，系一个萧索嘅丫鬟嚟嘅。咁喺入面呢就有好多武打嘅場面啦，咁同埋我係天生神力係好打得嘅，所以呢都我諗都幾辛苦囉，同埋就要去上北京拍兩個禮拜嘅外景啦。咁喺戲入面呢我仲會同林偉晨有一段感情戲嘅。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林偉晨，我真係林偉晨，係古裝嘅林偉晨。在戲裏面呢我要飾演一個角色呢叫楊律浩南，咁係一啲遼國嘅奇才嚟嘅，咁戲裏面呢會同楊家呢做一個對立，咁可能叫少反派呀。咁我同阿秀文呢會有一段感情戲，咁就其實我都填明夾嗰啲術數呀就好高明呀，咁又算到呢同阿秀文係一段情嘅。咁喺呢個情裏面呢就帶出咗好多嘅事件出嚟，咁因為收尾嫁咗俾楊冠寶，所以我就係一個對立，咁叫各為其主啦，間唔間就見仁見智啦，反就一定係反㗎啦。不過佢造型間唔間真係好不会有暴力，更加不会有过分花巧的特技，我们有浓厚的气味，有你们喜欢看的情戏，而且还有浩瀚的场面，从来都没有这么辛苦过。
但系好有满足感。呢个系人生之福。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我哋，千祈唔好错过。而家大队咧就去到中国首都北京嘅机场啦。你睇佢哋一个个咧似旅行，又多个咧似去拍戏个。好暖啊！咦？点解佢哋要上堂嘅？哦，原来每一日嘅拍摄完毕之后咧，呢班演员咧都要开会讲下听日嘅通告嘅。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去到国内当然要拜下当地嘅神啦。哇，犀利啦！嗱，呢一度咧就系我哋拍摄大场面嘅地方，就系北京延庆啦。你睇，人多势众啊！大家知唔知咩叫做花容失色咧？啊，睇下花姐就知啦。嗱，人哋就骑马，佢就要骑龟喎。唉，认真搞笑啦，花花你。由于当地嘅群众演员咧都系农民嚟嘅，所以每拍摄一个镜头咧，都要我哋嘅武术指导解释一次。啊，你又嚟影我啲核突嘢啊！我话俾你听啊。秀文，你边度核突啦？你永远都系咁靓嘅。咦？喺度做乜嘢啊？你做乜秀文俾人哋用啲衫埋住噶？咦？边个喺度成人之危啊？睇下先。哦，原来知恩俊呢个白燕星，你都曳啦。咦，王爱瑶，你做咩喊啊？哦，原来咧，佢啱啱俾只马嘅后蹄踢亲啊！而朱恩俊咧喺未开工之前啊，喺试马嘅时候咧就已经坐马，而家佢指定嘅位置咧就系佢受伤嘅位置啦。咦，乜你受伤都咁开心噶？婉儿姐，我哋影紧你化妆啊！哇，朱恩俊，你真系算一个非常非常百变嘅百变星啦，成日都喺度整蛊做怪嘅。嗱，林伟臣而家咧就收工啦。咁但我哋见到花花咧，先系化紧妆准备开工噃。人做死囚，你做死囚，你做得咁开心嘅？我吓你出啊！噏乜啊你？先为我啲加枪，都未嚟过一啲沙尘滚滚得咁紧要嘅地方，一大片嘅黄土地，直情系一啲战争场面嘅地点嚟嘅。咁啊，虽然咧风沙四起嘅时候咧都几难受嘅，我啲工作员个个都蒙晒沙面，我一冇得拍嘅时候咧，我都系蒙住块沙面。咁但系咧见到千军万马同埋啲气势咁澎湃嘅时候咧，都系有一种好兴奋嘅感觉，所以希望带俾观众一种新鲜感。这次来拍的感觉呢，我在北京，其实我在大陆呢拍戏也很多很多了，但是第一次跟这么多香港演员在这个北京拍戏，感受蛮好的。然后所有的香港演员都对我很好，很照顾，所以我会珍惜这次的拍摄。啊，今次呢我又拍杨树雄监制的戏，今次这个呢叫穆桂英。咁啊，上次咧就喺九門咧拍咗《劍橋梁天》咧，得四度落水。今次咧就喺呢個叫做北京咧，就去三個地方啊，涿州啦、北京啦，同埋呢度叫做延慶嘅。咁但係三個地方咧幾種天氣，又乾燥啦，又風沙啦，所以支筆都齊啦。次次拍出嚟啲戲都好金嘅，但係咧啲戲就好好嘅。咁我而家身處呢度咧就係北京嘅延慶，呢度天氣就好奇怪嘅喎。朝头早好冻啦，夜晚好冻啦，但系晏昼就好热嘅，所以大家咧啲皮肤都好干燥，唔适应。仲有我就系第一次喺度骑马啦。咁之前第一日嚟到呢度咧，听讲咧朱恩俊咧就喺度堕马，而王爱瑶咧亦都喺度俾只马起后蹄踢，所以咧我都好紧张好惊，因为我一阵间又要骑马啦。今次要骑成点咧？我觉得都 OK 啦。你今次咧嚟到呢个延庆嘅沙漠地区咧拍摄呢个穆桂英外景啦，真系有好多难忘嘅经历啊！嗬，系啊，最难忘嘅咧就是我哋个个都系第一次骑马，
講起騎馬咧，我就有恐懼症啊，不嬲都。但經過十日同啲馬一齊拍攝咧，我對我只馬咧發生咗感情噃。你係點嘅志軍？我啊，我好開心啦，因為喺呢個戲裏邊咧，學咗好多嘢，同埋吸收咗好多新嘅經歷啦。我哋拍咗好多嘢咧，相信大家咧一定會好喜歡睇嘅。嚟咗北京拍戲，嚟咗啲咁嘅地方，充分發揮咗我哋互助嘅精神，令我非常之感動。